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围城有声书系列。我们今天来谈一下2024年九子离佛圣人出世哈。我们也是用这个所谓的古圣先贤留下来的预言哈。目前以推背图为主以后的这个遗迹呢，我们来告诉大家。2024年九子离佛，这圣人出世呢，他出自是所在的预言。我们以推背图第44相跟47相来解这个天机。那主要我们知道推背图第44相有两个人，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一个是站在这个老者的前面的背个弓的年轻人。那1000多年前，唐朝李淳风呢，他们就看到了，以宿命中就看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遇到了所谓的圣人出世的事哈。当然，九子离佛他们也是非常清楚，接下来人类经历一个非常。非常颠覆过去所有想象的一个时代哈，至上也被称之为大觉醒时代哈。那是因为有圣人出世呢把这个莫王莫解的乱世呢，给挡下来了哈，同时挽救了这个人类整体人类的这个危机啊，最大的危机啊。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第44相，中国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是以崇义成天子，辟及他来九国村。这个全世界呢，是以崇义成天子就是这两位呢，这个预言中的主角呢，事实上就是九子离佛的非常主要的主角，拯救世人于水火的这个主角就对了他能让整个人类呢，这个怎样这个不再有战争否极泰来九国村人类不再有战争然后这个世界各国呢重新怎样称赞称颂称人这个这个所谓的天子就是当作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来称颂了。记得刘伯温百年预言有讲到紫薇做大帝，也就是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谈到这个背弓箭的人这个紫薇做大帝死亡百国法轮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预言那这些预言呢，事实上这些有能力的古圣先贤还有近期的这些先知呢，事实上都有看到看到这个即将发生在人类空间的这个圣人出世呢，拯救这个人类的乱世人类自称自己也是一个科技文明的社会也好，但是事实上有很多东西人类其实是一无所知其实以宇宙间的科技来讲，人类现在的科技算是很低能了非常低了这个牵扯到200年介入人类社会的这个外来系统呢，它有意呢压制了人类的科技发展我们回头一样，我们再谈到这个是以崇义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村事实上这个主要的是特别讲到人间的乱世呢，到最后呢，事实上会被讲会整个平缓下来这些人间的
乱象呢也会被制止，当然是必须从什么，从人心开始。所以圣人呢，这个两位圣人呢，主要是以非常特别的一种内涵，生命的内涵，生命的终极答案这样的智慧呢，宇宙的一种非常高层次的智慧来讲，来打开人类，就是唤醒人类，直接打开人的死前的记忆，几乎揭开封尘，揭开生命封尘已久的记忆来讲，来重新改造了人类的思想。2024年九紫离火，事实上它的颠覆性呢，就是一个新的系统将会取代人类过去的旧的思维、旧的系统，生命也得到重生，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啊。所以2024年的今年，20年的第一年呢，事实上将会这样曝光非常多的邪恶，是清理非常多的人间的邪恶，是非常激烈的一次变化。九紫离火呢，这个离火呢，离火印呢，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天雷地火，在第一年里面，离火风卦里面就把这些事情也正面的打开来了。这个一些我们这个懂得这个命理的，这个懂得推这个这个天象的这些朋友也讲得非常的详细。那我们只要讲到事实上这圣人出世于从一春天的比海九国春，其实牵着他的背景是宇宙呢更新。这两个圣人呢，主要的是坐在椅子上的圣人创世主，弥勒圣人希望成为弥赛亚，在东方称为弥勒，弥勒希望弥赛亚基督，这个弥勒，东方的弥勒。那他在主要的是宇宙成住外面要更新宇宙，所以已经到很后面了。创作组用30年的时间更新了宇宙，这个整个宇宙庞大天体，不可思议的庞大天体，这个已经更新了，同时他也把所有的天机都打开了。当年他带着千我灵皇万主下界，现在各位呢披着人皮呢，各位实际上是天上下来的神，披着人皮的神在人间讲在历练，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再跟各位讲到这个所谓的九紫离火圣人出世，就是来跟各位讲到这个对比图中的两个圣人，一个弥勒，一个紫薇，这个事实上有人讲说弥勒跟紫薇同一个人，事实上这个弥勒呢，弥勒古佛呢又称为无能圣，那是创世主，他是开天辟地的宇宙的造化的根本的这个主，也就是所谓的东西方宗教中的这个万教的源头，万教的源头，带着千佛灵环万主下界的这个创世主。那各位呢，可以如果要知道这样的天机，可以买一本我们维城国际发行的万王之王后启示录时代万王之王，目前在三明书籍露天拍卖都有，电子书可以买这个 PUPU 也有电子书，你在这亚马逊呢一样可以买到英文版的电子书。那这个版本我们中文的、英文的、日文都已经出来了，各位呢找到这个后启示录时代的万王之王，你就会知道你到底是谁，未来要去哪里。当然你如果想知道人类的两亿年无名史的一些真正的宿命通的高人打开了人类的真实无名史，各位看了一个人类史前星战之异色九日，这个是目前呢人类最主要的解开人类的这个生命的谜，非常重要的两本书，这个就是一本是后启示录时代万王之王，另一本是人类史前星战之异色九日，各位所知道的异色九日，事实上也不是各位在学校里面学到的这些
这个很多人类的历史其实是被有意的掩盖下来，因为人类的智慧没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不愿意为人类打开。你看了这个人类的两亿年文明史，你就知道真正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然后为什么在这个地球上，然后要去哪里，人类的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这个2024开始的九子离火20年啊，是啊，圣人出世拯救世人于水火。事实上他的方式就是啊，出了这些书啊，那来为各位打开这个记忆，那让各位得到宇宙的根本大法，找到回家的路，找到宇宙的根本大法。各位呢发愿都下来，就是要得这部法来修回去。乱世中呢，这个圣人出世传出宇宙根本大法、创世大法、弥勒佛身一世成就。各位也看到围城的一般我们过去的一些很多做的视频都可以看到这句话，弥勒佛身一世成就，这是告诉大家现在宇宙之主呢、创世主呢、弥勒古佛已经在人间传法了，请大家要赶快去找到这个带你下来的这个圣人。各位欢迎来加入我们围城创造团队。围城创造团队我们是主要成立的目标就是为了要全球去弘传这个创世主的宇宙根本大法，唤醒众神，天上的法王天主随着创主下来一直到今天，事实上历史非常漫长了。各位披着人皮啊，为什么人轮回转世千万年不死，其实就是为了要等待这个创世主传出宇宙根本大法。现在创世主在人间传法30年了，各位还不知道，是因为整个庞大天体呢，这个压制下来的一些旧的系统呢，不让大家来知道，不让大家知道自己是谁，为何要去哪里，也不容易让大家呢去得到这一座根本大法。所以我们围城创团队呢组成了以后，就极力向全球呢打开这个天机哈。我们的视频啊，希望大家呢赶快订阅，前面各种视频啊，龙华三位也好，推背图也好，烧饼哥也好，尽你所想知道的，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我们的视频啊。我们今天很简单的跟各位来讲到这2024九子离火圣人出世呢，提到四一从一春天的毗提泰来九国村，就是要告诉大家宇宙的正法，宇宙的更新已经到尾声了，赶快找到创世主弥勒圣人还有紫薇，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张特别的图呢，在桃园，台湾桃园内地的那边有一个九龙壁呢，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九条五爪金龙，这个也是暗示了这个所谓的紫薇圣人呢在台湾的事情，传说中呢包含华藏金刚上师也传说中也预言到，他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真理提到的东方的伟人，事实上包含推背图中的圣人出世里面呢，那毕恭建的人事实上已经在台湾出生了，华藏金刚上师直接讲未来世界宗教领袖已经在台湾出生了，那我们希望这个出生的这位圣人呢，紫薇大帝呢能够讲全球普渡，据我们所知道创世主呢，也授记他的弟子呢能够讲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全球普渡，也以弥勒之名授记给这个弟子，所以一起在弘传这个宇宙根本大法的这些弟子都以弥勒的身份呢弥赛亚身份全球普渡，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好，希望大家呢也能来加入我们围城创世团队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未来全球人类会逐世陆续的皈依这个创世大法，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体系出来的，不管你是这个有神无神的，你都可以这样可以加入围城创世团队，来学习到真正的宇宙根本大法，打开你的记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活到今天为止，如果不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
为何来，要去哪里。实际上这个生命其实是迷失在三界中，可以讲这个是还在睡觉中的人。所以期望大家今天很有缘有机缘听到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所谓2024九子离火圣人出世，期望你也能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来弘传这宇宙的根本大法。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Yeah.